用觸控式手機和平板電腦，最不方便就是打字母掣，無手感。但有了這款透明薄膜，問題終於解決了。這款由美國加州一間科技公司研發的神奇薄膜，打字時會自動突出，用完又會自己消失，非常方便。原理是在特製塑膠薄膜裡面預留通道，透過微流控制技術，令特殊的液體可以在裡面流動，令鍵盤可以突出來又或者縮回進去。而且不單止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腦，所有用按鈕控制的電子產品，例如遙控和遊戲機，都可以應用這種新技術。公司行政總裁就說，研究這種按鍵薄膜是因為當年 iPhone 面世，手提電話變成母製，令他懷念黑莓手機的鍵盤。他們預計按鍵薄膜明年年中就會推出市場，不過暫時未公布售價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周正文報導。